会。大伙儿老朋友喜欢我们，无以为报。太好了！哦，都放了吧，是吧？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因为楼下是 VIP， 不要掉下这股票。刚才是岳云鹏和孙越，嗯，岳云鹏是我徒弟，孙越是我师弟。对，俩人说的传统相声叫拴娃娃，是，在下面休息一会儿啊。岳云鹏很卖力气，话筒都湿了，是，因为确实冲凉去了。没心，这也太没功夫了啊！旁边那叫孙越啊，大胖子，相声世家，是家里也干这个，太胖。他最近这我们劝的，这还算是少吃一点减肥类的啊，太胖。来的时候那多少斤？我160斤。后来我知道上当，怎么了？假称，假称，谁家人都160斤？知道吗？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干嘛用？奇怪，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胳膊围子。坐飞机买两张票，瞧，两张都得靠窗户。那就堵上了。在北京我逗他，你太胖还不是死去呢？我们俩在三楼聊天，推着窗户就跳下来了，哎呦，就弹上来了。我的弹性，地上一个油印儿，身体不对啊，也不容易。我就孙胖，嗯，别想他大点，他胖了，是下来之后那腿，早点坐后台撵，有啊，他也30多了，嗯，他不像于老师，于老师他瘦，哎对，当然了，我们这个岁数的在您这其实最辛苦，怎么呢？啊，台上的演出，下了台还得教学生，啊还得教学，相声是一个很奇怪的行业，嗯，世上最简单的就是相声，最难的也是相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行心理学的东西多。哦，你想啊，你也会说话，我也会说话，嗯，你要花钱听我说话啊，这是为什么？高科技，洗脑聪明。所以说，教的我们这行跟其他的行业有区别，不一样。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不一样。那同样一句话，比如说我说。你们觉得就可笑啊？我儿子说，你管我儿子，谁没劲啊？我说你们就笑，太阳妹子。我儿子说，啊，你们不笑。哎，我孙子在说，还不如那边呢。你得留点结尾。所以说，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德云社有一个自己的学校，嗯，哎，我们自己教学生，教给他们说相声。在我们学校，于老师非常重要，真的，哎，他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就那么亮吗？多一颗少一颗无所谓，有我没我都行。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就睡觉啊，冲着门，于老师一上课，嗯，所有孩子精神，怕他说错了，这怎么逮着我呢？你看刚才岳云鹏啊，再往前什么烧饼、烤火羊，是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啊，都是德云社自个儿学校教出来的。哎，都是我们学的。这些人都爱上于老师的课，喜欢好玩啊。是啊，我要是脾气不好，嗯，我爱跟他们着急，他没事，我随和。他一上课，该睡觉睡觉，这边的人。别跟我着急啊！我也不打扰你们，你们也别搅和我。什么呀？实在不行我就别说话了。你不说了，我儿子乐了。该说话说话。怎么呢？你不说话我睡不着。哎，还听习惯了啊！于老师一上课那个闹完了，说正文。那这准得有正文。今天这节课我们讲的是相声的历史。这好，水有源，树有根。嗯，什么时候有的相声？嗯，我们得知道。对，这就是一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故事。咱们上纲啊，这是老故事一说这个啊。头一排坐着我儿子，郭麒麟，于老师啊，先有鸡，先有蛋呢。我算坏了，就是坏孩子们讨厌嘛啊。这都吃的抬杠，先有鸡，先有蛋，网上都出了街了啊，没人回答得上来。哦，也就是于老师，我回答了，先有鸡。我告诉他了，还来问呢啊！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？说说。于老师仰天长啸，我说生活所迫。我就这么教这孩子呀？
聪明的啊，聪明不容易。一个是于老师不容易，一个是孙老师不容易。孙老师，孙老师在我们那儿教体育课。孙越教体育课，你刚才忘了啊？教体育课，你们这有多恨他呀？让他锻炼锻炼，锻炼锻炼。每年年三十初一团拜的时候，我都跟孙越说啊，好好锻炼身体，哦，千万不能猝死。是，大年纪说这个，他俩心里痛。啊，就为了让他多活些日子啊，教体育课。因为一般来说，这节课完了，下节课准是体育课。啊，差不差？孩子们上操场，准备跑步。哦，是跑步。跑步是锻炼肺活量。对，哎，这都准备跑步。好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请孙老师。这还巧，俩学生被孙胖子搀出来，老师都给搀出来，太胖了啊。操场上摆一把红鹿的圈椅，那椅子大。孙胖子往这一站，嗯，往后一仰，哦，一边一学生往这椅子里边塞肉。老师一边画着办事出来的，整个人全塞进去，哦，动不了了，那是动不了。脖子上戴着一个哨，这哨是干嘛？哨拿起来，嘟，一吹，孩子好跑。哦，听这哨音，胖，嗯，多胖，嗯，买那个哨就这么大，对，拿起来不得吹，那怎么办？自己还定制了一个大铁哨，多敬业，有这么大的，我更大的，将近半尺，哇，十二斤，铁的大铁哨，你瞧瞧，生铁的，哎呦，托我手里这么大的，哇，家伙，嗯，那手里边。孩子都等着，当时一吹，吹呼就跑了。对呀，哪儿也。我这三口气都吹完了。算了。就用一口气，气短哦，孩子啪跑了。这俩孩子不动，干嘛呀？跟这看着。嗯，啊，请于老师叫我来干嘛？于老师得替他跟孩子们跑，这叫代课。哎，于老师打不出来啊，先在他胖子这儿。嗯，这俩人没事儿行吧？鞠三个躬，这才一转身。于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，没听说什么脱缰的野马，脱缰的马狗，你赶紧走干嘛？我什么就是野马，脱缰的野牛，哎呀，又带性别的，跑了，这是我抢救孙胖啊！说句良心话，不容易，怎么见四十多岁的人，哦，孩子们跑一圈，小孩们，啊，哎。喘会儿就过去了。对呀、啊，他怎么不行？哎呦，在鞋喘呢。下节课还是他呢？怎么还是我呢？啊、孩子们坐好了，跟老师。哦，于老大腕儿去。他还没喘呢。不行，岁数大。捂嘴管什么用？觉得湿到尊严啊，脸上不好看。哦、你觉得这口气儿不让出来，不让这气儿上去。嗯。气儿这玩意儿，嗯，你要不让他上去，他就得歇，他得有地儿走啊，是吧？上边堵上了，下边吧，头头发，谁跟谁上去？坐着放钱，哎，啊，忽闪忽闪有亮光，啊，不是。走吧，行行，太客气。顺着于老师身体的中后偏下部，夺门而出，夺门而出，咚，跑出来了，啊，叮咣，啪，噔噔噔的把气噔气，噔噔噔的把气噔下，咚。丰收的喜悦，知道哪儿有丰收啊？都看不见人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
我说一句，孩子都傻了啊！我儿子干起来了，村长老收了申通吗？这闹妖精啊！十分钟啊，于老师撕破云雾，哎，就是、我一直在屁里炸着。我媳妇烟不溜当的感觉。尘埃落定，哪儿冷啊？自己也害臊，那是师道尊严嘛，老师。可是这边憋不住，这生意的，这要是有半个人，我这堵上就好上。嗯，用什么堵呢？这也行，来个葡萄。葡萄那玩意儿行吗？这揉不碎啊，碎了还当裤衩呢。枣枣枣吧，它既有核，那怕什么呢？温度合适，它会生根发芽的。没有那么合适啊，枣不行。酒枣哪行泡的？万一会查酒驾了怎么办？想太多了，这东西会上头的啊！啊，酒也太小了，是不是啊？韭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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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再说啊，倒是合适，但是。硬度不够，哎，要是来一捆一捆一捆韭菜也不行，怎么不合适啊？藕，白莲藕，哦，藕行，也挺好啊。这个来一个，就别比了。但是藕又有点儿，那怕什么呢？漏气啊，对，挺好的一点，刮砸了。冬瓜，嚯！你想点别的行吗？小个儿的那个，咋了？这还小呢。冬瓜不行啊！啊，榴莲，好啊！用过了都说好。我说你们做的这么踏实的，哎呀，还是想冬瓜的事儿呢。榴莲就更不成了。我有个朋友在北京郊区啊开了一个打靶场，提这干嘛？送了于老师一个废了的子弹头，哦，就这么大，嗯，黄铜的，哦，很好，黄铜上档次，嗯，一头是圆的，一头是尖儿的，给于老师，于老师很开心，这好啊，别编的，里面不是还有炮弹啊？用不着，用不着炮弹，很好。哈哈，好，找了一个大师啊，开光，就用得着用不着，这还开什么光呢？大师接过来都愣了啊，怎么个用法？大师连子弹都没有，鱼儿接过来，哎，当场演示，大师乐了，都给你开光，还能这样吗？出入平安，出入平安。废话，这我用他念的。打了一个眼儿啊，拴了根绳子，嗯，没事挂在脖子上，哦，很虔诚的样子。有什么用？用的时候，嗯，一唱，在这课堂啊，嗯，随便说话动作都外人，那不敢了。哎，可是就有一样，嗯，时间长了你也得拿出来。那当然，见见天日，有什么用？教室上你就能把它拔出来吗？多难看！这帮坏小子们，嗯，办公室里老师也多，那人也不少啊。只能到学校的公共厕所，哎，去厕所行。你想想，该拔出来了，嗯，哎，奔厕所。上这唱戏去了，厕所看看。我好这口是怎么的？我不跟他外边喘匀似的，再进来吗？闻闻有没有生人的味儿？嗨，这还有什么生人味儿？那就是生屎味儿了。不是进来啊，这抽大麻子呢。嗯，确定没人了。怎么就没人了？再到隔壁男厕所。我刚才一直在女厕所说，行了行了，别撸的了。
了，到南侧啊，40分钟，厕所都没味儿了吧？脸都黑了，这才解裤子啊，拿手找这绳子头，还有一头，你别甩了。甩着上边的血，大师白念了。墙上挂一钉子，挂钉子，就是挂钉钉。别擦了，是什么干净东西呢？这拿手一摸啊，口袋里有一包面巾纸，干嘛？己来之则安之。哦，方便一下吧，就手吧，脱裤子跟这方便，方便完了。把这纸拿出来，小面包，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。这么小的是什么？有什么用的啊？真是，跑这拿洗去啊？吃啊！跑在这儿就现成吃是吗？等人来呗，等人来就吃着呢。20分钟啊，孙胖子来了，他怀念我呀。哎，去哪玩去？大胖，孙胖子一进厕所，哦，正看见于老师蹲那儿剔牙。恶心不恶心？我还提什么牙呢？看什么看？你来晚了。我都给吃了，大家伙！孙胖子都傻了啊！都给吃啊！行，别找了，什么都给吃了，你说清楚。胖子啊，给我点纸，哎，说正事儿。孙胖子给于老师纸啊，自己一回头呢，把脖子上这大铁哨摘下来。哦，12斤大铁哨，老挂着不行吗？也奔这钉子去了，就那么一个钉子，挂着跟子弹挂一块儿。啊，是啊。胖子这儿脱裤子，蹲下方便，蹲着。于老师整在旁边啊，我这听我就进来了，不差之声不绝于耳，勾起食欲。我没听说，我听哪能勾起食欲呢？想起小时候最爱吃的一样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？芝麻酱和红糖，太恶心了。我去买，买去童年的回忆啊！提上裤子出去了，好，出去就回来了。为什么？老擦屁股，什么屁股？擦完了要提啊！墙上还挂着自个儿的子弹头啊！对，这个千万不能忘了。可是这儿还有胖子，那怎么办？我让他看见是这小伙子，那得挡着点儿。嘴又不好啊，拿身子绑着胖子，嗯，摘摘。一摘就把这哨摘下来了，后挂的先摘吗？于老师也马虎了，也没看。哦，大爷，我也太马虎了。12斤，生铁打造，12斤大铁哨。给自个儿扔上了。往常子弹啊，我也不是一个天真的，那是子弹啊，大铁哨。那叫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，有点太狠，我就没有这么马虎的啊。带着就出去了，哟，他这有一个磨合期，这还磨合？那是介绍啊，还得猫着腰走，怎么呢？掉出来砸脚后边。
我倒还能坐地往前走，他出去了，孙胖子方便完了，他赶紧站起来，把这子弹带起来，点货，他这还不如我这个呢，满屋子学生啊，在那于老师上课，我又是我的课，等着门一开，于老师打盖了，昂首挺胸啊，那上课吗？我这是昂首挺胸啊，我这还没做磨合期呢。心情是这样，那管什么用啊？现在，嗯，我进门好，我听这声，我一直挺着嗓子眼儿，伤了两条心了，不是的，太狠了，我进门好，老师好，嗯，哎，猛然间于老师心情高兴，我想起什么来了？是我家火红糖，对了，这节课一下课我就要去买，哦，哎。哇，好开心哎！好哎，好好吃哎！人一高兴就放松，是，一放松就全松了，全松了什么意思？闭一下！那女同学说：“哎呀，就觉得有一股气体就出来了。”啊。我儿子站起来说什么，怎么又是体育课？是体育课，实在熬不住了，脸红了，那还不红吗？迟到尊严吗？啊，讨厌，嗯，我心里，嗯，你去不讲话，是这节课下课，嗯，大伙儿都出去玩去，嗯，你不许走，那惩罚，哎，做卫生啊，完事不许上洗手间，有事不许上厕所，啊，下课了，嗯，孩子们都出去，他也走了，嗯，把我儿子一个人留在屋里边做卫生，惩罚他，让孩子给吓了，讨厌，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啊？我大刚才想上厕所，你不让我去，哦，你要不让我上厕所，啊，这屋里哪儿都是厕所，哎，那什么意思啊？那年他九岁，你想想啊，小孩嘛，这桌子是老师的办公桌啊，旁边有把椅子，我讲课坐的，我起两步就上椅子了，哦，解开裤子，裤衩，哎呦。搞了一坨便便，嗨，别这么说。您人不做暗事，拿起笔来，啊，写了个条，写的是三个字：我拉的。我的胆子，这孩子就搁桌子上出去了啊！一会儿功夫，于老师回来了，嗯，吃完了，啊，开心，娃好开心呢，扶着桌子，嗯，童年的记忆，嗯。对，这歌叫口红糖，谁说的？哇，哎，这才看清楚，谁是导演啊？生气了，嗯，这会儿功夫门一开啊，岳云鹏进来了，我啊，大人，岳老师好，你瞧桌子有一条啊，念什么呀？哎，我拉的，哎。我真的打上了，好大的胆子还敢承认，嗯，站起来罚站，带着哭，嗯，门又一开，烧饼进来了啊，怎么了，嗯，老师好，只念什么呀，不认字挨打了吗？我拉倒，哭，他也没跑了，全班三十多学生啊，个顶个在这站，一人挨大嘴巴，嗯，到最后是郭麒麟进来了，哦，他可来了，人一进来，辛苦辛苦辛苦哥，辛苦了辛苦辛苦，哇，大家受累了受累了，嗯，老师好，郭麒麟，嗯，这仨字念什么？你也得说，嗯，不认识，嗯，不认识，少来这套，你念什么？怎么不认识呢？啊，仨大字是我拉的，对，屋里边嗡一下就全乱了，怎么着？你拉的，你打我。相声说的都变了，是刚才这真的，谁说的？你到我这儿真的带着于老师在一块合作，嗯，一晃十几年了，是啊，这也是土埋了上半截儿了，哇，还得上半截儿，应该的啊，土埋半截儿就可以了，土埋半截儿了啊，嗯，但是这状态不像，是吗？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在我们后台来说，
就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人啊。那倒是啊，没事好锻炼。对，你想早晨四点就起床啊，到健身房去拉皮条。这个不起不来。我问问你，问你说，四点钟起来，去拉皮条，对，我起的晚点儿，我挺腻的。那应该是头天晚上八九点钟，记住，废话，这个有崩空的，崩空的了，这个拉背气，锻炼身体，对，四点到五点整一个钟头，练一小时，就来这个。五点出去，顺着北京三环跑一圈就这一圈下来，你到长春八点，那是呗，天天如此。嗯，除非闹天气，那这儿出来跑半个钟头，嗯，下雨了，哦，今天就算了，那没法跑。哎，一瞧下雨了就回家了，嗯，也累路，五点半五点四十就算了，哦，到站跑，到家门口小区里边也出了一个，还有跑步的，一丝不挂，光着啊，于老师。人家看看啊，叫什么叫啊？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？没听，我听这打我们家跑出来的，就是赶巧了，没听说过。哎，跑步跑完步啊，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开始打台球了。哦，打台球啊，嚯，自己小衬衣，哎哎，领结。都那样，马甲不、哦、底下钉子扣，钉子扣，身子有什么事儿？打台球有穿钉子扣的？咱不懂绅士运动啊！啊，钉子扣我勒的都喘不上气儿，那是提的高了。这到了冬天，钉子棉裤，哎、把钉子裤能续上棉了。太冷了，貂皮的钉子扣，貂皮，貂妞，哎，这个、别起名字了。有外号啊，台球界的杜维斯。你别胡说八道行吗？怎么了？台球界的叫戴维斯。我说的是，您说杜维斯，区别在啊，一个进的去球，一个进不去球。我都没明白，你们就明白了。那打台球打得可好了、啊，啪嗒，灯就碎了。进球的时候，关键是锻炼，真是哎，打完了之后上旁边 啊打篮球去，还有篮球。我们这儿有一大高个儿篮球队，嚯，最矮的一米九四，真高。于老师跟你玩台球，那篮球都是他一人。我行吗？哎，我篮球打得好，比台球强，是吗？他是主要技术是钻裆啊。我也太矮了，那个。哎，说实在抢不过人家啊，垫不灵腰，跟前腰眼一使劲往起一窜，哦，啪。这以后准要一磕膝盖。哎，好、啊，跟他打篮球的个顶个裤衩都是碎的，也有蹦得高的时候。那是不容易啊！这完事儿了，回屋下围棋，这个用脑子了。两位对面而坐啊，所以请一个围棋的大师干嘛呀？俩人坐好了，跟一块儿再下棋。嚯、哦，哎，这儿焚上一炉香，哎呀，背景音乐是古筝啊。是啊，噔噔噔。嗯嗯等我坐的出算下棋的时候，猪八戒出来才乐趣呢。还不懂这个，反正有音乐是。俩人对面而坐，黑白子儿。哦，围棋不容易。黑白子啊，围棋不容易，想出三步到五步才能下一个子儿。哦，哎，这拿着半天。军长，军棋，我黑白子军棋。你再看这会儿大师啊，这叫跳棋，啪，老头将什么乱七八糟？他这傻又坏了，我都有听过。哎，好，俩人怎么坐在一块儿去？意思什么意思？这儿完事儿之后，又上那边游泳去了。还是锻炼。老于家人好游泳啊，都喜欢。家里报太扁，四个大字儿写的是水性杨花。这事儿不是游泳水性大如跟杨家花的吗？不是这么解释，我一直认为是好事。他媳妇是国家跳河队的啊，跳河队这咋的？那叫什么？跳水队。跳水队啊，他们家打的祖父那辈儿就喜欢玩水上运动。我们家船，他爷爷厉害呀 啊厉害，玩帆船。对，帆船带潜水。嗯，帆船潜水啊，先帆船。先帆船。然
五天以后上的，哇，栩栩如生，死了，嗯，泡死了。他父亲也是好玩水啊，打小就是喜欢水。那会儿他爷就说了，这孩子日后准是全世界游泳冠军。真的吗？果不其然，冠军了。后来他父亲洗车了，哎，这是干什么玩水呢？最厉害的是于老师。我怎么样？在水里游得很快，我厉害。哎呀，游得快，裤衩都追不上。我给裤衩甩了，他就是没穿呢。穿了啊！人在前面，后边两根线跟着，哎、还是钉子裤。一根线呢，标配。对，这平时能练就练，实在不能练了，太紧了，没有功夫怎么办呢？晒晒太阳，那也是好事。日光浴。对，这次在西安就是，啊、早晨八点钟起来。起来之后，酒店顶层，晒太阳。早晨八点来钟，阳光明媚，是啊，晒太阳吗？晒，脱衣服，就把这貂皮帽，只是晒太阳，咱那些帽子，大衣服，围巾，那你就摘了，多少圈儿这围巾，差不多了。对，完了，就这手，把长包裤带上，这是，这快点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摘围巾摘一天，脱西装，领带，这就行，往下，袖扣，袖扣，太全了。衬衣，背心，那就多了。少来一套啊！这都有啊，给我说清楚了，告诉我这怎么意思啊？这是背带裤。我裤哪有背带？你们以为是贝贝家吗？不要这么窝窝戳戳。哎，背带裤，背带裤解释很奇妙。麻靴，骑着马来的。啊，背带裤。我瞧着我不像背带裤。秋裤。天儿凉。三包子。绒裤。太多了。毛裤。贴身穿呐、啊，得刺激。钉子裤，好有这个，甩了。行了，咱就是一根毛线了。少来这套啊！这袜子要是这么脱，刚才。从头上到脚下，一丝不挂，那是啊，马上就能戴了。这现在就能戴了。嗯，啊，把哨就打开了。是我戴是哨戴的？哨拔出来啊！整个人就卸了。要人吗？没人，你哪能叫俩人呢？得穿。给他一足吧，当中跑地儿一躺晒吗？晒菜，三分钟，楼梯上噔噔噔脚步声音，谁来？来个服务员，哦，啊，小服务生，于老赶紧转身趴在那儿，那也算打了点儿，还是怎么见的？于老师，您这个管着吗？日光浴。对了，我晒太阳，没错，您晒太阳。不管啊，你挡着我们天窗了。那我跟上访似的啊！谢谢各位吧，这里就是听相声，台上台下搭个茬儿，台上喊个人。
什么台下黑暗太大一个互动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对啊，我上德国演出，在台上说什么时候儿子底下好几位哎对吧，是不是把我乐坏了。这个听相声啊，有小互动，一句两句芭蕾舞你还不用看看，交响乐你大的时候瞧瞧这捆动树上那么多个。那个打昨天开始呢，德云社算是在西安这儿扎了根了，哎，开场能耐一般，水平有限，难为各位这么支持这么捧。每天一开票，据说二十来分钟，这前四场的票就买光了啊！大伙儿是真爱听相声。当然了，这个新开的茅房还三千箱子，是不是？哪知道后来天长日久，那是正经的过日子，大伙儿多听多捧，要天天来才好了。当然了。谁没个工作谁没个事儿啊，来不了呢请自觉的把票钱给你。不来他那是哪，就是你人要是不来，钱要是再不来，你自个儿说合适。是不是啊，哎我上来你也上来啊。天天来你准是这儿的服务员。那你没穿他们那红红色防蓝服了。相声演员是四门功课，脱鞋就唱，脱鞋唱，叫什么？说学逗唱啊，说学逗唱。对，四门功课弄好了不容易啊。这个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除了太平歌词之外，再唱什么呢？都是学唱，是京剧啊、评剧啊、梆子啊、歌曲啊，那些都是学唱。我们跟人家专业的唱没法比，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是，但是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要会。好吧，那个我唱几句，你听听好吗？好，好，还有什么？五楼捧圣，五楼捧，五楼捧圣，五楼捧圣，唱个五环之歌，五环之歌啊！你不是说对我外行吗？我这说的太平歌词，他那便宜，五环之歌。行吗？懂行吗？这糊涂了，这二人转啊，给那两口子送出去。什么？哎，别说！哦，妓女悲秋，哎呦，想起原来单位了。好，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。这就完了。我一高兴，谁呀？完我就高兴。什么？好，寡妇思妇啊，我们这个寡妇。天下没有比说相声更好玩的事儿啊！我们可以跳出跳入，跟观众聊天。对啊，又不想想你讲，我给忘了啊！咱们从说啊，从说，从说啊！于老师上课的时候呢，再从头说呢，来说这个，说这不是痛快，说这个不给钱就干，好吧？刚才好几位都喊这个骷髅炭是吧？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啊！演员呢一定要站在观众前面，你让他猜着他下回不买票。哎，这是心理学的东西，俩人坐底下听相声，一看台上演员说到哪儿了啊，尤其带着女朋友的才好大孩儿，哦，你看他马上要说什么说什么了，你说你跟他一样，当时他要飞起来咬人家似的，马上就瞧不起你了。所以从心理学角度绝不让他猜呀，知道吗？这是艺术的手段，有用啊，我现在知道啊。于老师讲课的，我提醒你以后说到哪儿，我说到哪儿了啊？我说到这太平歌词了，对吧？哎，唱几句你听听啊。嗯。单刀赴会，这是关云长的故事，对，大伙都熟悉。关羽啊，刘备、张飞，哎，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，跟亲兄弟一样。没错。起来之后，跑着唐僧西天取经。在大观园里边呢，哪儿？